看到有一首歌，这首歌叫说来听啊，周杰伦的很多很多很多首歌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。96，最后一首啊，最后。对呀、啊嗯，作词周杰伦加很多轮，很多轮，作曲是谁呢？都是周杰伦，就是没有这个歌名应该是主曲，应该就是对串在一起。嗯、对，哎、欸，我偏偏先不点这个，漂亮，哦、下面点的歌可厉害了啊！嗯、哎呀，先吓吓人。对，先，这歌名字非常长，叫做周杰伦的很多很多很多首歌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歌大家都抢着点。难道这首歌是？我猜啊，杰伦老师可能是因为这个太受别人的这个广大歌迷就喜欢了、嗯，很多人觉得唱一首不够，对干脆很多首混在一块儿、啊、串烧，串烧，就是他在音乐上自己做一个 remix， 对，啊、嗯，一起打包的啊，其他，我很好奇，等一下是一堆人，等一下是一群人上来还是十个人一起唱？